吴亦凡。天。男的。妈妈怎么叫你？肉肉。那一个是什么？回锅。最喜欢动物。动物。最喜欢动物。小狗。最害怕的动物。蟑螂。喜欢左脸还是右脸？都喜欢，喜欢。你的口头禅是？我喜欢。啊？不对，我的口头禅是，我的口头禅是，呵呵哒，呵呵哒，呵呵哒。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最帅？都还不错。最满意自己哪个？都满意。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，现在想做什么？打篮球。大概三十几？七。我今天去拍照吗？没有。现在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打篮球。最讨厌人家问你什么问题？你刚刚问的问题。如果可以有一种飞功能，你想用什么？飞。我叫飞的最常跟妈妈讲的话。I love you, love you。好，成功了吗？我赢了吗？我成功了吗？